天你在码头上你写的那些东西我看得不太清楚，你能不能再说一次？阿玲啊，为我爱一次，你会知道我是值得珍惜。我爱着你，你爱。夏塔，其实你骂我猪排啊！你骂我猪排，我就可以哭出来了，哭出来人就舒服多了。我可以进来吗？已经很晚了。见我出事儿。我在这儿住几天。七啊，警察现在抓我。我家出了点事，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。七啊，住几天。对不起，只住几天，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才来求你的。你别再烦我，七瑶，你在干嘛？七瑶，你先住手，过几天就没事了，别会帮我的。江湖骗老子，他也是你朋友，那是你们的事，我不管。你别烦我，你再不走，我就报派出所。他们在树海附近找到我老公的尸体。差500米，他就可以爬出去。是500米。其实他坚持了7年，一直到去年，他临死前一直拿着这个盒子。我们不可能在一起。你知道了，好疼啊，你好快要死了。死你个头啊，求什么求？我突然发现我好喜欢你。宿舍那种样子哦。哎，忙的无所谓啊。我有看见，丢脸啊！我没有朋友，我只有那个混蛋，没有用的司徒法宝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是因为我有钱。我喜欢你有钱，我喜欢你的一切，没钱也行。张三。其实我没粉，永远在华伦天幕。我爱张士丹。这么恶心，一辈子的。我一辈子就好了。我知道，我爸最爱的人是你。啊，那已经不重要了。我现在最爱的人是我女儿，没有任何事情比她更重要。如果他真的对你那么重要，你应该很清楚他需要的是什么。
我知道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每一次好不容易有机会要跟他说话，我总是不能好好的说，老是把话给说反了，把他惹毛了。但我以为他会明白啊。就是因为没有说，他才不明白。